小子，放我下来吧，求你了。不行，你放松，我这辈子都不原谅。蝴蝶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闻到一股香味呢？好像是你的头发着火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太残暴了，我来。放过辉哥，救我呀。小子，你先消消气儿，把挖个兄弟放下来。就是啊，再烤下去我都想撒点孜然辣椒面了。啊，神经病吧你。兄弟，你到底犯啥错了？居然能把小紫气成这样！我给他送了一个皮肤啊！好家伙，难不成是送了个绝丑的皮肤啊？不是啊，是这个太医想要的至真隐藏。哎呀，浪哥辉哥，事情其实是这样的，今天小紫在蛋仔岛不小心被雷劈了，等他清醒过来之后，就像是变了个人。我对他越好，他反而越生气；我送他一个皮肤，他反倒气得更厉害了，直接把我吊起来打。太尴尬了，蛙兄弟，那有没有可能，要是你对小紫不好，他反而更喜欢你呢？老哥，你确定这样做，小紫不会嘎了我吗？你就试试看呗，说不定会有奇效呢。哎，那行吧，我试一下。小紫，你个坏女人！我要看你。哎，别打我！你说话真好听，再多说几句嘛。哦，等会儿我再试试啊！小拳拳捶你胸口。你刚刚是在给我按摩吗？你对我真好。好家伙，那要是这样呢？给你打他！天哪！想不到瓦卡，你对我这么热情，不愧是我的大妈子，我太喜欢你了。兄弟们，你们看，这还是我那个脾气暴躁的蛋搭子吗？我对他越凶狠，他反而对我越温柔。哎呀，原来有一个温柔蛋搭子是这么幸福的事情啊！哟，好家伙，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，这么温柔的蛋搭子我也想要。老大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你等我先这样，然后你再这样。嗯，好，真是不错的计划。走，这就开始行动。我勒个蛋！蛋仔岛啥时候出现这玩意儿的？就是现在，老大！再吃我一记巨大翻滚！我梦寐以求的蛋搭子到手了，今天真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。这里是哪儿？哦，你醒了，赶紧给我打盆洗脚水，把老大要好好泡个脚。当当子老大，你是昏了头了是吧？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，赶紧去，晚了我可不给你饭吃。战衣涌上来了。最近啊，说好的温柔蛋搭子呢，怎么跟瓦卡那时候不一样呢？蛋贩子老大，把小紫还给我。小紫，你没事吧？吓坏我了。好你个瓦卡，居然让我被蛋贩子抓走，你到底怎么当蛋搭子的？哎，不对啊，小紫怎么恢复正常了？难道是那次雷劈给劈正常了？哎呀，恢复正常也好，你那样子我正好还不习惯呢。少跟我嬉皮笑脸，我还没解气呢，赶紧让我再揍你100拳。别呀，我不敢了，我。